生活在高科技云集的旧金山湾区，您是否经常感到工作紧张、精神焦虑？让很多西医大夫束手无策的疼痛、抑郁等现代病，也许只有回归传统，用古老中医的智慧来解决。艾灸属中医针灸中的灸法，起源于遥远的上古时代。据中医典籍记载，艾灸具有温经散寒、行气通络、扶阳固脱、美容保健、延年益寿等诸多功效。现在不用漂洋过海回中国，在湾区就能享受到专业安全的艾灸服务。位于红木城的三会艾灸工作室，拥有中国认证的中医专家、高级艾灸师团队，秉承古老中医智慧，结合现代先进技术，带给您安全舒适的体验。欢迎光临，请上这边来更衣。这里使用的三会品牌艾灸条是在中国专业的艾灸制品厂加工而成。三会艾灸工作室专用的艾灸仪，克服了传统艾灸烟熏火燎、灰烬烫伤、操作麻烦的问题，达到无烟无火无污染，而且使用方便，安全度高。下次再来。艾灸适合的病症呢，它和针灸是一样的，因为在中医理论里边，针灸的含义是针刺和艾灸，所以针和灸是互相配合和补充的关系。艾草堂的灸疗方法不仅有治疗效果，更适宜大众养生保健。我们的艾灸堂的诊所有一些专门对症客人的治疗手段，有对于痛症治疗，有对于男科、女科生殖系统类的疾病治疗，还有关于精神、抑郁、偏头痛这一类的治疗。同时我们欢迎中医诊所加盟我们成为会员，我们会提供专业的艾灸仪器和专业的艾灸专业培训。